美韩斩首金正恩来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刻嘛。因应北韩的核武威胁，美国派出了 B-52 战略轰炸机，更首度把可以每分钟投放好几千枚炮弹的幽灵骑士炮艇机派到南韩做什么？是模拟斩首金正恩吗？而当金正恩他躲在200米深、地底50层的地下碉堡，他还能在这里安稳的吃香喝辣吗？朝鲜半岛是不是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对，没有看过北韩，你不要跟我讲见过什么叫贫富差距。北韩呢，因为这三年来疫情的关系哦，所以对外贸易几乎完全中断，世界各地麦子都不够，北韩更惨，而且惨上十倍以上。所以北韩普遍被认为现在的大饥荒程度，在这1990年代大饥荒重演呐、啊。所有的北韩人，我强调是所有的北韩人哦，除了特权阶级以外，每一个都在联合国认定的饥饿线以下。金正恩还有空干嘛呢？开巧克力喷泉趴。